好的，兄弟们，我头上这绿油油的一坨，他还在啊，我的小苦力怕他还没有出现。那我们就先不管他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自动繁殖机给他搞定。现在还差一些活板门，还有三个村民，我们来多做些活板门啊。哎呦，不过这个活板门我个人不太喜欢啊，算了吧，我们还是做这个项目活板门吧。OK， 这边有一个无业游民，和我走，来来来。哎，我怎么记得我们家只有这件事呀？他是一个村民啊，不是傻子。来，快来和我走，过来，我赐予你新的工作，快来快来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他只要看到这工作方块啊，他就会被吸引，他就会自己走进去。他进去之后就会变成农民，我们先把这边挡一下，哎，这样的话他就出不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一些胡萝卜啊，让他种地。胡萝卜我们家里边应该还有吧，我们过去找一下。哎，我们家里边好像并没有胡萝卜，那我们就去隔壁村里边借一点吧，对吧？农民伯伯种地是很辛苦的啊，我们来帮他收一下庄稼啊。不用谢我，我叫雷锋。拿到胡萝卜之后，我们直接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，他自己会种啊，看一下啊，应该是会种的。哎，好的，他种地了。那我们现在还差两个繁殖的村民，先把这条方块我们向外延伸两格，两边都是一样的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继续抓两个村民。村民的运输方法有很多，但是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近啊，我们只要用这个绿宝石一直勾引他就好了，他会一直跟着我们走过去。哎，别跑别跑！哎，哇，兄弟们，他怎么要跑啊？哎，哥，你为什么要跑呀？放一工作方块吸引他一下。哎，别跑呀，哥。后边还有这件事啊，等会儿还是坐一下船吧，用船把它运回去，用船更安全一点。来来来，上船。哎，别跑了哥，哎呦好烦呀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把这个钟给它敲掉，然后呢我们在村民繁殖机这里敲一下钟，它应该就会被吸引过去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危险来了，快过来。哎，怎么回事呀，兄弟们，它为什么不过来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钟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我们把这个钟同样敲掉啊，它应该就会过去。好的，来了，先把他们困在船上边，上船。好的，一个上来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运输过去，然后再搞另一个。来来来，还有一个。哎，你去我家干什么呀？你还把门关上，真的是。来，放一个船，把它放上船。好的，我们把它运输过去就好了。把这两个船全部都开进去，然后呢，我把这边挡起来就好了。好的，进去把船打掉。哎，农民也上来了，别呀，船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轻点啊，小心一点，轻轻的来。哎，好的，农民出去了啊，可以。现在我们把活板门挡在这边。好的，那做到这一步的话，我们这个村民繁殖机基本上已经搞定了。我们把外边的木板给它敲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挖一个两格深的渠道，这个渠道呢是运输小村民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啊，兄弟们。小村民出生之后，他就会掉进这个沟里边，然后呢，我们倒一桶水，他随着水流就会被冲到这里。我们在这边挖一个坑啊，然后放上矿车，小村民就会被带出来。哎，很不错。现在需要桶水，我们去打水。我们现在的跳跃能力特别牛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可以跳两格高，而且跑的速度也特别快。这是一个普通小白掉落的稀有装备，想象一下，兄弟们，变异凋零骷髅的装备该有多强。哇，兄弟们，想起来就好激动呀。我们先倒上水啊，等我们这个装备弄好一点，我们去下界把这个下界变异凋零骷髅给它干掉，然后呢获得很好的稀有装备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还差一些床啊。床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捡些羊毛做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刷线机，因为这刷线机我们是用得到的，之后的话和村民交易这个绿宝石也需要。来吧来吧，我们先准备一下材料，做一下这个刷线机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这边需要放些活板门啊，如果没有活板门的话，这个小村民是不会跳下去的，有活板门的话，他认为这边有路啊，他就会跳下去。好的，把活板门打开，我们现在开始做刷线机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只需要把线剪断的同时拉下拉杆，然后这个刷线机启动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一过程需要一些运气啊，我们多试一下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试了整整的一天，这个刷线机就是无法启动，然后我去查了一下，原来是我这个版本它用不了刷线机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，白做了。那就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先捡一些羊毛，把这个自动繁殖机给它做完吧。其实这个刷线机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刷绿宝石，但是做不了就没有办法了。不过好在我们有这个连锁挖矿啊，我们可以多砍些木头和这个制剑师交换木棍来获得绿宝石，虽然说这样有点麻烦，但是也能换到大量的绿宝石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一共收集到了六张床啊，我们把床放在这里，等待这个胡萝卜全部都成熟，我们这个自动繁殖机就可以工作了。至于这个村民交易所，哎，兄弟们，小苦力怕出现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，取得了傻的可爱和永恒的伙伴的进度。哇，这个东西，哦，它可以站起来，它跟不跟我啊？它会跟我走啊，也可以坐下，和这个狼是一样的啊。哎，这个东西好，据说啊它吃这个 TNT 会长大，我们去家里边找一下，只有一个 TNT 可以给它吃，不过我们有七个火药啊。来来来，吃东西啦，苦力怕，给你一个 TNT。 哎，
没有长大呀，兄弟们，等会儿啊，看一下火药他吃不吃，你吃不吃火药来。哎，火药可以增加它的血量，看到没有兄弟们，我们的火药比较少啊，只有七个，如果我们火药多的话，那岂不是可以打造一个超级大的苦力怕，对不对兄弟们？哇，可以啊，先把它带回家啊，等到晚上的话我们去多收集一些火药，然后打造一个超大的苦力怕，而且是我们的宠物啊，可以兄弟们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